哦耶！怎么样，朋友们？贵州，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。你让我们聊一会儿好不好？我不让你欢迎，我们是自己欢迎自己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。哎呀，硬欢迎。黔苗族侗族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啊。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啊。到这里其实很简单，就一件事，踢足球啊。干嘛？踢球。不是你大哥，你不要装糊涂，你来过。你这是专门给他们俩做了一期对吧？没有，不没有，我只有大哥。Hello， 你好。超哥了，超哥了，超哥，点球啊！知道吗？王者都是最后才出现的。王者出现也得点球啊！轻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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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轻轻踢，要轻轻踢，泡沫，泡沫的，你轻轻踢就没问题。你轻轻踢就没问题。这个东西必须轻轻踢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欢迎来到榕江站。心脏？什么东西？心脏呢？这不就是一个惊喜吗？你还这已经都上升到这种路数了。对啊，这里有个春操比赛。啊，大哥，还是你是冠军队的名誉村长啊？对啊，村前村，村前村村长。哦，今天下午一场比赛输了，进不了二十强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难怪你今天坐姿都不一样了。范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去年这里的比赛的基本情况吧。这个比赛呢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个是以足球为载体。那么他们就通过这种旅游啊，比如说美食的这种特色啊，通过足球的这个载体啊，把大家组织到一起。这榕江站啊，为春川而建的。他们就是每周末都是有足球比赛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周末都是有足球比赛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没，你以为我在看着你吗？不是，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还真没看着。行行，这样你这样，你看他到底在看什么？别动啊，别动！你看，你看他到底在看什么？对，他是这样的。阿炳啊，你再看看我，你看我。我来，我来。一二三，哎。大哥，你放心讲，没有人在看你啊，没人。大哥，你说，没事，说吧，说完了啊，说完了。对，这每个周末就踢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听懂了，就是说这边是一个有着这个非常的个啊，对，好。我反正是去年来了，我就没有出过屋，出不去。为什么？这原因是太火了吗？怎么说呢？他们真的是喜欢足球，太热情。啊，就是说，大你火呗，在这儿对吧？是吧？就你这受不了了，对吧？不，这个场面我习以为常嘛。那你下场踢了没有吧？他不让我下场。哦，你也没踢。我刚想进去，人全进来了。刚进去，人进来了。那你在这儿是大哥呀？对啊，大哥，别着急啊！我已跟你说啊，踢不好人不让进寨子，还有寨啊，寨子进不了啊。村长温馨小屋，哈喽，我们点球子了。要点球吗？放炮了，放炮了，听到了吗？爆了！什么呀？
你们提咋不炸呢？到我这就炸了，炸死我了！我天，新年大旺，福运当头！谢谢谢谢，这是好事还是？当地特色是吗？所以这不会炸了吧？对，这个不会炸。好，我应该干什么现在？那你该参加我们一起参加一起。哦 ，OK。好。来，马上。什么意思？踢球啊，必须得颠球。来踢一脚，哥踢啊，哥。你得过来，咱们拿装备先得把这个球传明白才能拿。弟弟你接，心里好啊。你不能一脚不接，他必须咱们都得踢才能拿到装备。我就看到遥控器大哥了，在那边，你看遥控器大哥呀，捧着球的那大哥，你快接吧，你不接咱俩拿不着装备，快。不费炸你，人家还给我欢迎仪式，你知道这啥吗？这是炸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炸点，你懵了吧？传给他，传给他弟弟，快，必须接，快，哥，不炸你，但你得传球，咱俩先把装备拿了，就到他们了，快来，来呀，来个痛快的，来，给我，快。给我，你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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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！上！哎呀！是你要的痛快吗？而且痛快不？而且在两腿之间爆炸。其实在我这儿。新年大爆，福运当头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好，阿罗萨那大哥哥，这干嘛呀？必须得踢，这已经破了呀。给点惊喜吧，哥，快现在就给他惊喜。那不是，踢吧，踢吧，踢。这已经破了，这已经掉了。没事，破咋的？那你踢我踢，咱俩一块吧。你踢吧，这已经破了，使劲。怎么踢啊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新年大爆，好事儿！哎，我觉得不要说话，让他们踢就好了，给超哥踢，让超哥踢。哎，超，大哥，给我。大哥球，大哥球，大哥，那个是你熟吗？球链来了，球链来了，踢球啊！我给你捡球，去弄过来。我给侬捡球，跟我玩这套是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球不走道，蹦蹦蹦！踢炸了，大哥！职业的，职业的没用，职业的啥也不怕。新年大爆，福运当头！谢谢兄弟。都是从小练的呀，他们是13岁、11岁。啊，他，你11岁了？对。11岁，那你得努点力，努点力。
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儿，长得慢，长得慢。嗯，先提起来吧，还有超哥呢。先提啊，先提一会儿。老邓很害怕的。